难倒俺老孙。
好疼！暂时休战。这么深的地
关系。
这不是刚进去吗？难道已经结束了？算是吧。那么就是说，等切勿焦躁。观音菩萨，
观音菩萨，我们必须得去混沌寨的那个悬空寺，必须得去。去问问龙族吧，我以我的法力特殊关照你们一下，送你们去合适的地方。那家伙在等你。拜托了。